在北寮大所六庆协助之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科的教授和学生来北寮进行高国外养殖技术辅导。现在经过一段路，大所六庆也特别举办一场成果展，准备当地新鲜的鱼产，邀请乡亲来品尝，是得到地方的回响和肯定。在咱这个团队里面，有派遣的一家住在底下，相对优秀的这技术上，哦，加入会当做一个。那么到目前杂志大概有七十几件啦，的项目，而且迄个成果啊，所以希望讲，即下会当阁继续落。帮助婚龄企业提升养殖技术，和白了六千关心沿海乡亲的行动，渐渐得到认同。今仔日在说六千的时候，提出伊的诚意，啊，透过专家学者，会当入来甲咱的协助，哦，啊，甲咱也咱的问题的重心。替咱来解决就对啦吼，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处边的一个做法就对啦吼。来咱沿海帮忙咱的养殖业，改善咱的养殖技术，提升咱的生产品质，有咧做，咱渔民都有感受着。那么解说企业咧，伊咱近年来咧吼，伊咱虽然去地方啦吼，会上敦亲睦邻啦。这用是技术辅导计划，海洋科技大学除了做辅导和水质病虫害检验，也邀请100余个用是合作示范用是区做水产研究。现在经过高高的试验，也交出未歹成绩单。其实我们也应了渔民先前我们来访问的需求，就是提供他们益生菌的使用，也告诉他们怎么正确的使用益生菌。那这个益生菌的使用呢，已经让鱼的这个疾病呢，很明显的有降低。甚至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后安这边呢，也成立了一个工厂，直接呢就由渔民可以获得哈。就着白寮大所刊行，和国内科技大学有机会来白寮研究辅导，协助昆林沿海和昆林企业技术和品质拢得到提升。未来地方也希望会当延续举办，和示范养殖户会当增加。记者李克森差不多。